这是法医的尸检报告，怎么死的上面写的一清二楚？你还要跟我撒谎是吗？之前我跟你说的贷款的事考虑怎么样？你知道给你治病花了多少钱吗？咱家不能只出不进，所以我要赚钱，要赚钱就必须得贷款。明天你跟我去银行把手续办了啊！听见没？ 好吧，不过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当时的确是他上来动手先打我的。其实我完全是自卫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，贷不贷款？不贷。嘿，你这老头怎么跟你说不明白了呢啊？你跟我说你为什么？你小子为什么敢动手？我抓住他的双手，轻轻推了一下，他就倒在地上。我刚想过去扶他，谁知道他站起来跟疯了一样，打我打得更厉害。 我当时一生气，拽着他的头发，在地上磕了几下。老东西，站住！说话呀你！说话！我过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，发现他没呼吸了，我立刻就慌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后来我想了半天。 把它藏在芦苇荡里才放心。哎，电视上那种探鼻息都是骗人的，呼吸要是很微弱的话，手指根本无法感受到空气的流动。这又是一个被电视剧害了的孩子。你说有时候骨肉亲情真的比不上金钱吗？哎。 还不知道后面的结果呢。和我们这结果都推断打了，聪明到吃多了。不是，你说他怎么就不接我电话呢？肯定是你作的呗。是犯罪分子作，好不好？ 他们不仅破坏社会的治安，而且还破坏我个人的感情问题。你一直在喊宝宝，可是我们从来都没见过。老秦，你见过吗？没有。而且我十分怀疑这个宝宝是不是真的存在。你们这个怀疑也太恐怖了吧？那岂不是我每次在打电话都是在假装自己有宝宝？那我也太苦逼了。嗯，薛定谔的宝宝，没有亲眼见过的宝宝，就是不存在的宝宝。嗯。 他刚才都答应要过来了，这不是我们在芦苇荡没有信号吗？错过几个他的电话，然后就生气了。我就说啊，让他当几天我们的同事，他就知道我们的苦。那不一定，心理学统计显示，同行结合的失败率是59%。所以，那你们俩，哎，宝宝。